第六题，理化老师说过，做实验时应该要有对照组。试问下列何者不会出现有机化合物该有的特征？前面讲过，有机化合物指的是含碳的化合物，但是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、碳酸盐类例外。我们的选项 C，碳酸钠就是碳酸盐类，所以它不是有机化合物。事实上，我们的碳酸钠加热的时候不会有作用，所以它也不会残留出我们的碳。所以第六题问我们说，试问下列何者不会出现有机化合物该有的特征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碳酸钠。